我修魔的 8756.7 万战力魔，不过这是我的战斗力。长按五秒玉佩选修仙，仙魔同修。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这都离谱上天了，已经超出云玩家的范畴了。不是，你人界选的是什么仙魔啊？你发视频虚假宣传说你开局选了魔，所以功力大增，修炼速度加倍，这个就有些过分了吧。仙魔系统是在你满足一定条件，然后到达合体期的时候才可以选，然后就是现在最高境界的一个问题。我发现好多人都是发那个我道祖多少多少兆战力，而且还是以非常认真的口吻来讲的，你这要让我怎么讲？一念逍遥目前开放的最高境界就是真仙，而你给我弄个道祖确实是给我整不会了。要不然就是发几个已经被用烂了的截图，然后说是自己。那几张截图是什么呢？啊，就不多说了，反正就是老玩家所比较熟悉的那几位顶客大佬。现在战力最高的也不过就三兆这里，你给我整个万万兆，还跟我说没见过世面就不要乱叫，那我这也不知道说什么。还有说什么仙魔同修啊，魔偶同修之类的，按住中间的玉佩五秒就可以选仙魔同修，这个也确实是有够奇葩的。还有说什么仙家联盟啊，魔修联盟啊。哎，不是游戏里有这些东西吗？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吧？还有很多其他非常离谱的发言就不多说了，大家玩几天这个游戏然后再去看这些评论，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奇葩。而且有些人呢，他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讲这些东西。所以就还是那句话，你看看就可以，然后不要说轻易去学，不要说游戏错了就错了啊，没什么影响，那不是这么讲。你玩游戏毕竟也要花时间，有些人呢还要投入资金去进行一个氪金，那你要是人家的时候不懂就随便学，那岂不是吃亏了。